闪耀的星星出现在白冷城上空，露宿在城外的牧羊人正在看守着羊群。天使站在牧羊人身边，上主的光耀环照着他们，他们便非常害怕，大惊失色。Thank you.
向牧羊人说，不要害怕，看，我给你们报告一个为全民族的大喜讯。寒夜雪飘扬，牧童手牵羊，山野仙衣光，天使齐欢唱。城中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主墨西亚，这是给你们的记号，你们将要看见一个婴儿裹着襁褓躺在马槽里。小声音，在那海里的白人村传来一个大喜讯，满杯声从玛利亚诞下耶稣小声音，听那天使高声唱，向人间报福音，满杯声从小声音，是诺瑟带着玛利亚当晚来到白伦城，天寒地冷夜已深，没有居
所可安身。因那天是高深藏，向人间报福音。满遍圣颂，玛利亚按下耶稣小声音。宝藏风霜历经艰难，来到山东破马棚，就在一两银你进出摩西亚救主诞生。情歌妙音天地情，听那天使歌唱，满遍圣颂，玛利亚按下耶稣小有一大队天军，同那天使一起赞颂天主说：天主在天受光荣，阻碍的人在世享平安。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圣诞节蒙恩蒙福。今天是12月25日，耶稣圣诞天明弥撒，欢迎大家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现在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诞生，诞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诞生在我们的家当中。我们在每一次的生活当中，有些时候得罪了他，现在我们请求天主宽恕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虔诚地参与这台感恩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宣扬你，感谢你。请大家祈祷。天主，你奇妙地创造了高贵的人性，更奇妙地恢复了人性的尊严。今天你的圣子降生，取了我们的人性，求你赏赐我们也能分享他的天主性。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攻读伊莎伊亚先知书。在山上，那爬山越岭的使者的足迹多么美丽啊！他宣布和平，传报喜讯，宣扬救恩，并对西庸说：你的天主为王了。请听，你的守望者都高声欢呼，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上主返回西庸。耶路撒冷的废墟啊，你们要兴高采烈，一起欢呼，因为上主安慰了他的子民，救赎了耶路撒冷。上主在万民眼前显上主在万民眼前显露了自己神圣的力量，大地四极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你们要高唱新歌，上主行了奇事，他的右手和圣臂为他赢得了胜利。
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上主宣布了他的救恩，将他的正义显示给万民。他记起了他的仁慈和对以色列的信实。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咏诗赞颂，载歌载舞，弹着竖琴歌颂上主，弹着竖琴伴和着弦韵，吹起喇叭，响起号角，在上主君王面前欢呼。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攻读自希伯来人书。在古时，天主曾多次并以各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他更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天主已立他为万有的继承者，并借着他创造了宇宙。他是天主光荣的反应，是天主本体的真相。他以大能的话照管万有。当他清除了世人的罪恶之后，便在高天之上坐在尊威者的右边。他的地位远比众天使崇高，因为天主所赐给他的名字远比天使的名字高贵。天主曾向哪一位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了你呢？或者说，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呢？当天主派遣他的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又说：天主所有的众天使都要崇拜他。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祝福的日子照耀了我们，万民请来朝拜主，因为今天真光照临城市。
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战胜不过他。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遣来的，名叫若翰。这人来是为作证，为给光作证，为使众人借他而信。他不是那光，只是为给那光作证。那照亮每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他已在世界上，世界原是借他造成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了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但是凡接受他的，他给他们即给那些信他名字的人全能，好成为天主的子女。他们不是由精血，也不是由肉欲，也不是由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于是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我们见了他的光荣，正如父独生者的光荣，满意恩宠和真理。若翰为他作证，呼喊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那在我以后来的，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原先我而有。从他的满盈中，我们都领受了恩宠，而且恩宠上加恩宠，因为法律是借梅瑟传授的，恩宠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者，身为天主的，他给我们详述了。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圣诞蒙福，主内的弟兄姐妹，你们刚刚听到神父念那一段若望福音，有没有感触啊？我自己念的也是有点感触啊。圣言居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诞生了，主内的弟兄姐妹，不是今天罢了啊，2000多年前他已经诞生了，他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也诞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今天我们来庆祝基督为我们诞生了，我们应该要欢庆的。在这圣诞节的这一天，我们总是听到若望福音，那么长的若望福音，这是对主耶稣诞生的一个非常不同的
描述，道成肉身，居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了他的光荣。天主的圣言道成肉身，成了和我和你一样的这样一个人，居住在我们当中。主内的弟兄姐妹，刚刚我在敬堂的时候，在小圣婴前面注视着小圣婴，那么短的时刻注视着他，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这一位神，这一位天主，就和我和你一样，长得没有两样，对吗？有眼睛，有鼻子，有头发，有脚，有手，就跟我们一样啊，他就是人了。当然没有关于出生的这个细节，若望福音哈，却反映了这出生如何完全改变了我们整个世界。若望完全相信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来自耶稣基督，并在基督内，他今天为我们每一位诞生了。像若望那样的传播者，这个使者，我放简称叫使者，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作为这个传播者，不是天使的专属的权限。那我们虽然在几个星期前呢，我们都阅读了许多天使作为这个传播者的这个讯息者，我们可以看，比如在这个马诺亚和他的妻子讲述的三松的诞生，还有扎加利亚和伊莎伯尔关于若翰的诞生，还有以及在我们这救主诞生之前，圣母玛利亚领受天主的报告的时候，天使的报告的时候，也是天使告诉我们，也是我们今天所庆祝的。事实上，今天的读经向我们讲述了信息 message 信息，还有这个传播者 messengers 讲这两个东西哈。信息很重要，发送和接受信息的行为也很重要。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多时刻，像昨天圣诞夜之前啊，早上很早就有人传信息了， Merry Christmas ，开始轰炸了，现在很快嘛，对不对，我昨天的那个信息到一点多还在轰炸，那个信息叭叭叭很多哈，信息很多，信息很重要，但是发送和接受信息的行为很重要。怎么说呢？很多时候现在我们接受信息很多啊，我们看了以后，有时看错了马上就回，马上就把这个信息传播出去，我们没有过目到底这个讯息是真的是假的，就传出去，传了以后让你们自己去做判断，有人这么说，是吗？我们作为一个传播者，讯息到我们的手上的时候，我们要确定这个讯息是正确的，没有误的，没有错的，才把讯息传出去，对吗？不可能你看了以后觉得是错的，没关系，传给你们，神父一发就发给所有的人，那神父发错的讯息怎么办？再来修改吗，WhatsApp 很好，大概在几个两个小时以后你也重新理理到完，但是有的人是开在那边的，很快就把你的讯息截取，某某神父某某教友传了这样的讯息，不是很危险吗？不是很危险吗？所以这个传送发送接受讯息的行为或是这个人很重要。当然信息是一个重要的来源之一，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经历过，过去发送或接受圣诞卡片，有今年有人接受到圣诞卡片吗？圣诞贺卡吗？哦，有，还有人，神父也是有了，很少数了。我记得在5年前我从波兰回来的时候的那一个圣诞节前，我就收到一封从波兰寄来的圣诞贺卡，我非常感动，开来看里面有什么呢？
里面有他们当地所制作的圣诞节一定要吃的圣诞饼，薄薄的一片呢，圣诞饼包在里面，还有他们的这个麦，他们的麦哈的那个树枝放在里面，还有他们的签名，我开了以后还放在我的办公室，到现在，饼当然是吃掉了啦，饼是先吃掉了，留下那些信息在里面，放在我办公室。那当然，以前刚刚去到台湾，初学的时候，那一整年不能够用手机，没有写信啊，只有可以写信哈，所以在那一年写信写了很多。也很期待收到这些来信、啊、收到来信。那当然收到亲人的来信的时候是非常喜悦的，或是一些朋友寄来的信，马上打开来看，哇，多么的温馨，那瞬间那个寒冷的冬天变成多么温暖。虽然圣诞节好像很冷这样子嘛，我们这里不冷，我们这里只有冷气罢了，可以冷一冷啊。好，那比如说那个邮差啊，邮差带给我们这个讯息，他就来到门前了、啊。所以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初学的时候，每一天都会跑去那个信箱那边看一下有没有信，没有信，看一下有没有信，没有信啊。有信了以后呢，拿了以后要跟神父讲，神父我有信来啊。神父讲说可以，你可以看啊，才看，不可以的话，神父收着了，我就不要看了哈。什么看一下到底你跟什么人联系啊？要知道一下。以赛亚先知书告诉我们，在山上那爬山越岭的使者的脚足迹是多么美丽啊！足迹啊，脚步脚印啊，足迹哈、啊。那是谁的足迹呢？是谁的足迹呢？是我们主的足迹，他出生时的脚，这个足迹啊。是婴儿的脚，等一下你看，等一下你有机会的话去朝拜圣婴的时候，耶稣的小子脚很小罢了，就跟我们一样，小的时候是一样的，一样的耶稣的脚。我们传递这个有力的讯息，是天主变得全然的无力无助，你看他躺在那边受我们人性的怜悯，即使他是全能的，天主也变得好像无能为力一样躺在那里一个小小的婴儿。这一天非常显明的对比应该是在我们心中，天主是一个小婴儿，天主是人，天主软弱无力，怜悯我们每一位，天主以他的爱宽恕我们的罪，即使我们不回报他的爱，天主却永远爱着我们，好像那个邮差这样子不管你有没有收信，他还是把信放在你的信箱里面，对吗？现在可能我们没有收信，我们用的方式是 WhatsApp， 不管你有没有看的，反正那 WhatsApp 就传过去了。有的人现在知道嘛，到底可以开那个两个勾嘛就是你看了我的信息，已读不回，看了以后不回，可恶啊！已读不回这样子有些时候不是已读不回，是来不及回啊，来不及回啊。希伯来人书描述了天主曾多次以各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当然现今也告诉我们每一位，犹如电子贺卡，我们以各种的方式和技术来挑战收件的人的这一个接受讯息，对吗？我刚才提到了，不管你要不要看，反正懂了你的名、你的号码以后就传给你就对了。我传到现在，我今天早上还在进来啊，超过几百个了。一个团体里面一放的话，全部都有哈。挑战每一个接受信息的人，天主以最直接和积极的方式派遣他的儿子寄居在我们中间。我们见到了他的光荣，正如父独生子的光荣，满溢恩宠和真理。主内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收到天主的信息呢？我们是否有准备好让耶稣
诞生在我这个心中的马槽里面呢？还是我的马槽乱糟糟的？我有没有收到天主给的信息呢？耶稣诞生的奥秘可以吸引我们，我们的心引领我们跟随他的脚步，跟随他的足迹。我们以基督为我们诞生而开始，我们知道他的信息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改变了你和我，对吧？改变所有的人。我也知道我们在场的，在圣堂内的，还有在活动中心的，还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或是在现场的，可能过去我们每一个人或是部分的人，我相信有部分的人是每一年一次来圣堂，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来罢了。今天可能你试试那一个人一次，或是你在线上的，你没有机会，你也是只好正好今天开到圣依纳爵堂直播，你就点到了。今天什么听到讲到了哈，可能你是第一次听到，你是就是那一次来参加圣诞节的，每一年只有一次。感谢天主，你至少每一年给天主一次，有一次的机会了。但是我希望所有的教友们，不只是一次，多几次啊，多几次。我们常常过去有一个笑话说啊，你们教友们要不要成为 CEO， 天主教的 CEO， 有听过这个吗？你们谁是 CEO？CEO 就是很高级的啊，非常高级的，就是只有特定的时间，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不会常常见到 CEO 的嘛，对不对？你不会每天见到他的，他只有特定的时间才出来的，比如说一年一次的这个派花红的时候啊，老板才出来的 CEO 啊，或是老板要跟你讲话要训话的时候他才会出现的。那天主教的 CEO 你们知道什么吗？知道吗？我有讲过耶，你们忘记了。 CEO Christmas Easter Only， 就是来参加圣诞节还有复活节罢了。我们是这样子吗？我希望我们的教友们不是如此，不是如此，而是常常靠近、接受、接近主耶稣基督这一位伟大的天主。那让我们接受这一个讯息，还有成为这个传播者的时候呢，从我们的口中发出来的言语不能空空的回到我们这里来，反之他必行我的旨意，完成我派遣他的使命。以赛亚55:11提到的。主内弟兄姐妹，你和我都是这个传播讯息者，传播者把讯息正确的传播给身边的人，这是如此的重要。今天是圣诞节，把这个讯息传播给你身边的每一位，与他们分享基督的诞生的喜乐的日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愿我们能够显示或展示他出生和他的这个信息如何改变了我的生命，特别对穷人，以及我们如何表达我们对天主的这一份感激之情。主内弟兄姐妹，每一年的圣诞节我们都这样度过，今年要过得不一样。这个不一样跟去年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圣堂里面，今年我们都回来了，我们都回来了，我们要感恩。我们也经历过了那么多的灾难，那么多痛苦，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受苦当中，我们要把这份希望，这一位天主，这一位明日，这位今日之星，让他的这个光照亮每一个人，让他的光能够在你的家，在你身边，你的朋友的弟兄姐妹们当中能够展现出来，让他们也能够惊艳到这一份平安喜乐还有希望。
愿天主降福每一位，赐给我们这份勇气，特别在这个弥撒当中帮助我们成为真正的传播者，真正的使徒。阿们。愿天主降福大家。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事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请跪下。但因圣神如童贞玛利亚取了肉躯而成为人，他在班切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赞，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祭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之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喜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即来世的生命。阿们。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全能的天主圣父借着他的唯一圣子给人类启示他的圣道，我们共同恳切地向他祈祷。请为整个圣教会祈祷，求主配降恩宠，使他成为世界之光，领导人认识降生成人的救主，承认他，朝拜他。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所有基督徒祈祷，求天主以他唯一圣子的圣言充满他们的心，使他们成为他在世有力的见证。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宣讲福音的人祈祷，求主赐给他们圣德和口才，使天下万民聆听天主圣子降世的喜讯，并使上主受光荣，世人享平安。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我们总教区的神父及传教人员祈祷，求主赐他们慷慨实践信仰的勇气，如同那些马槽前的牧童一样，以愉快的心情传报基督的福音。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现在让我们彼此代祷，
求主使我们效法圣婴，互助互爱，幸得天父恩上加恩。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念为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祈祷文。天主圣神，我们因你的名相聚你台前，你是我们的唯一导师，请寓居我们心中，指引我们该走之路，教导我们如何践行。我们深信软弱，容易犯罪，不要让我们制造纷乱，不要让我们因无知而误入歧途，因编制而犯错。愿我们在你内合而为一，持守真理，实践正义，同道偕行，迈向永生。天主圣神，我们向你呈奉以上的祈求，你时时处处运行不息，你与圣父及圣子共荣相通，于无穷世之事。阿们。请坐下。教友们可以把你的弥撒奉献通过各个银行线上转账捐献到本堂的账户，或用 Touch&Go 电子钱包软件扫描在各自座位上的二维码转账。此外，你也可以在弥撒结束后离开圣堂时，把你的奉献放入直放在不同出口处的收献箱。谢谢。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往全能的天主圣父受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受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我们在今天的庆典中向你献上礼品，求你悦纳，使我们借着所举行的圣祭，促成我们与你之间的充分和好，并使我们对你的敬礼达到圆满的境界。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你荣耀的星光借着圣子降生的奥迹，照亮了我们的心目，使我们在他身上认识降生可见的天主，而想慕那不可见的美善。因此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以及天上诸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声声声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万物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昂首赞美，万物之声响彻云霄。至仁慈的圣父，我们仰赖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恳求你悦纳并降服这些圣洁无玷的牺牲。我们将这些礼品呈现给你，首先是为你的圣儿公教会，求你在全球各地赐他平安与团结，保护他、治理他，同时也为你的仆人、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廖秉坚总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所有崇奉真道、忠于大公和宗徒信仰的人们。上主，求你垂念你的仆婢，和所有参礼的人，他们的性德和虔诚是你所深思的。我们为他们，或他们为自己和亲友，将这赞颂之祭奉献给你，以获得他们自身的得救和所希望的身心安全。他们并向永生真实的天主你呈现自己的心愿。我们联合整个教会共同庆祝这至圣之日，因为无玷童贞荣福玛利亚给世界产生了救主，我们首先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主之母终身童贞荣福玛利亚，并纪念圣母的敬佩圣若瑟及你的圣宗徒和殉道者伯铎和保禄、安德以及所有圣人，求你看他们的功劳和祈祷，在各种境遇中护佑我们。上主，我们恳求你悦纳你的仆人和你全家所奉献的这些礼品，使我们一生平安度日，脱免永罚，并得列入你拣选的人群中。天主，我们恳求你圣化并接受这些礼品，使成为你馨香的完美祭献，就是你钟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他在受难的前夕，把面饼拿在他神圣而可敬的手中，举目向天，仰望你，他的全能天主圣父，感谢赞颂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把这珍贵的杯拿在他神圣而可敬的手中，又感谢赞颂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基，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事，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上主，因此我们做你仆人的和你的全体神圣子民，纪念你的圣子我主基督神圣的苦难和他从死者中的复活以及他光荣的升天，我们从你所赐的恩物中把这纯洁神圣无玷的牺牲、永恒生命之粮和救恩之杯奉献于你台前。求你慈祥地垂视这些祭品，并欣然予以接受，就如你曾接受了你的义仆亚伯尔的祭品，我们的信仰之父亚巴郎的祭献，和你的大司祭墨基瑟德所奉献给你的圣洁的祭品、无玷的牺牲。全能的天主，我们恳切求你，命你的圣天使将这祭品呈奉到你至高的祭台上，在你神圣的尊威台前，使我们凡参与这祭献的领受了你圣子的圣体圣血之后，得以充满一切天恩和圣宠。上主，求你也垂念我们的祖先和你的仆婢，他们保持着信德先我们而去，如今正在安眠休息。上主，我们求你赏赐他们及所有安息于基督怀中的人进入永福光明和安宁的天乡。至于你的仆婢，我们罪人，依赐你无限的仁慈，求你惠赐我们加入你的圣宗徒及殉道者的团体，就是若汉、德范、马迪、纳德以及你的诸圣的团体。求你不要看我们的功过，但按你的宽仁好施恩准我们加入诸圣的行列。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上主，你借着他不停地创造、圣化、滋生、降福这一切美好之物，而赐给我们。
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不是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让我们在主内彼此互助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现在我们欢迎心灵准备好的天主教徒依照次序上前来领基督圣体，请依照服务员的指示，楼下将从后座的座位开始，楼上的教友请保留在你的位置，派圣体员将去到你的座位派送圣体。
教友在上前来领基督圣体时，请继续戴上口罩，请在回应阿们后才摘下口罩领受基督圣体，请把圣体含入口中才回到座位。请大家注意地板上的标记，以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请大家祈祷。仁慈的天主，今天你的圣子降生人间，作为世界的救主，他为我们缔造了天主性的生命，求你因他的诞生也赐予我们永生的特恩，他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请坐下。报告事项，教友如果有需要祝圣圣物，请将这些物品在弥撒结束前神父做最后降服的时候举起来，让神父一起祝圣。温馨提醒大家，在弥撒结束后有社交距离的离开圣堂，并避免再做额外的祈祷或与朋友闲聊，请大家务必遵守圣堂的标准作业程序。最后，我们全体教友祝贺总主教即全体神父及神职人员圣诞蒙恩，新年蒙福。报告完毕。主内弟兄姐妹，神父也代表另外两位副本堂神父邓英伟神父、曾继光神父，祝贺所有的教友们圣诞蒙恩、圣诞蒙福。那不用掌声了哈，那因为我想我知道刚才我说的哈，有一些教友们呢是第一次来回到圣堂来，或是在一个疫情之后再回来参加弥撒的，或是可能只有一年一次参加弥撒的。现在我们参加弥撒都是要提早来，不要等到时间刚刚好才进来，就像看电影这样子，要提早进去。电影的一部分没有看到的话就不爽了，不高兴了，对不对？要看的话，要参加的话，就要参加全程的，就提早来。现在还要检查你的 SOB， 检查你的这个 MySajatra， 还要做一些我们说一些手续的部分。所以请教友，恳请教友们，当你来的时候提早来，这是一个盛宴，天主的盛宴。所以当你回到圣堂来的时候，或是你准备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你准备回到圣堂来，请你提早来圣堂。昨天圣诞夜弥撒已经开始了，还有很多人在圣堂外门口在做这个 SOB 的部分。我想我们在等登记的时候已经给你们通知，你要至少一个小时前提到哦。圣堂的大门本来在这个 SOB 里面写是半个小时就要关门，我们因为不忍心再拖延的15分钟，昨天我又跟教友们再拖延多5分钟啊，就导致后面还有更多人进来。所以呢，希望你们能够早进来。当然那些早进来的要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神父也在这个时候也特别谢谢，昨天忘记了谢谢，谢谢所有幕前幕后的，特别尤其帮助这个直播的弟兄姐妹们，那让教友们能够可以透过这里看到我们的现场，还有这个布置花的啦、福气门啊，还有特别工作人员帮助大家排椅子、安排座位的这些工作，他们是最早来也是最晚回去的。我们弟兄姐妹们，你来到圣堂的时候呢，多一点耐心，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爱心啊，多一点爱心。耶稣今天诞生了，我们就把这个今日之星主耶稣带回家。你已经领了圣体，就把圣体把耶稣带回到你的家，带到你的生活环境，让他降服所有身边的人。我们起立接受天主的降服。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服。愿无限慈善的天主因他圣子的诞生驱除世界的黑暗，铸造今天的典礼。愿天主从你们身上驱除罪恶的黑暗，并以圣洁的光辉照耀你们的心灵。阿们。天主曾以耶稣诞生
伟大救恩的喜讯，由天使报告给牧童们，愿他以无比的欢心充满你们的心灵，使你们也成为福音的宣报人。阿们。他又使圣言降生成人，完成天人合一，愿他赐给你们平安幸福，成为天主教会的成员。阿们。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并常与你们同在。阿们。弥撒礼程，你们去传播福音吧。感谢天主。